有人听到我说话，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你快点醒过来，我真的很想你。搞笑了吧，不愧是 TVB 师弟，连鼻涕都有戏。今日豆瓣高分喜剧反黑路人甲中，王浩信重现喜剧之王痛哭流涕经典场面。视频中王浩信看到爱人躺着病床上，立刻上演哭戏，眼泪说来就来，话语之间鼻涕流的长度堪比手指。就在马上滴到汤姨脸上的时候，汤姨立马起来，网友纷纷底下留言，笑死算工伤吗？女主就这我还敢不醒，我这辈子已经受了太多的挫折，我实在太累，如果年纪也失去，我真的支持不下去。